看完的第一个感觉是非常 over 的一部恐怖片，结局呢非常非常的精彩，我现在还在惊吓当中。没有出现鬼，却比鬼更可怕的一部恐怖片。没几年都应该有一部这种充满创意，然后哈口，然后又充满想象力的好片。你一定要进大戏院看，因为你会充分的感觉到什么叫剧烈，超可怕。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吃东西来看。就你这个脸部肌肉啊，走出影厅的时候可能会蛮酸的。超出你的想象，超级好看，一定要来看。